100隻哆啦A夢模型，隻隻都有法寶拎喺手，任你天馬行空，想做咩都得。呢個正係叮當迷，即係哆啦A夢粉絲嘅夢想。細個睇，即係睇漫畫同埋睇動畫嘅時候就鍾意㗎咯，所以都算係陪到我哋大咁樣嘛，所以覺得即係既然有呢個展，咁喺度咪過嚟睇下咯。 100隻哆啦A夢，你幾好見到100隻哆啦A夢拎住100個唔同嘅法寶呢？好難得咯，同埋喺卡通片都唔係出晒咁多個啊嘛，好難得有100個唔同。來自未來世界嘅哆啦A夢係日本著名嘅動畫角色，由商場為佢舉辦咗誕生前100周年嘅展覽，同大家集體回憶。我哋覺得應該要做一啲嘢係大家都會有共鳴，同埋大家會鍾意，咁亦都帶過呢個正能量俾人。 咁所以我哋做咗100隻1:1嘅真實嘅哆啦A夢，咁代表咗佢真係嚟咗呢個好似個感覺係同你一齊，變得嚟講係有一個大家好個感覺係一個好重要嘅集體回憶喺度咯。除咗影下相，回味一下童年記憶，留意每一個法寶下面都有一個二維條碼，用手機程式影低佢，就知道法寶嘅用途㗎啦。 呢个时光机就系哆啦A梦喺故事入边第一次用嘅法宝，佢可以帮人穿越时空。商场入边仲有一个展览馆，指出唔同地方嘅设计师为现实生活设计嘅法宝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曾子伦报道。